一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地霞尊者，那很多人都说他是文殊菩萨的视线，他就是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也是诸佛菩萨的视线啊。那事实上，就我个人来说，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同一尊，因为每一个佛菩萨都必须视线不一样的形象、名字、特性来利益不一样的众生，所以这个叫佛佛道同啊。那但是我们重点，不管这尊佛菩萨祖师他是谁，我们要的是他的精髓啊，他配合时代的一些精髓。所以有弟子问尊者，在一切道法中什么是最殊胜的，这最重要。他修行了一辈子啊，在修道里面什么是最殊胜的，阿底峡尊者回答：第一，证悟无我之意的人，即是最殊胜的智者。这一点最重要。有智慧的人是很谦虚的啊，有智慧的人就是看到真相的人是很慈悲的。所以刚刚讲了无我大悲菩提心，这个无我放在前面是一个根本。如果你能够无我，你才能够大悲。你有我，你就大悲不起来，自私嘛，为自己想都是痛苦。为众生想才是慈悲，才是成佛的因。所以首先你要有无我，各位要养成习惯。今天别人骂你，你不能生气啊！你想说，哎呦，你骂这么用力，会不会咳嗽啊？啊！今天有人你车子从后面撞你，你赶快跑下车。哎，你有没有受伤啊？这个叫无我。一下车先看我的车子有没有受伤，我骂你了。啊！虽然你嘴巴在念阿弥陀佛。那行为上就是这么自私。那无我你必须从你日常生活，比如说你现在医生说你得癌症了，你马上想什么？妈妈怎么办？儿子怎么办？这还有一点接近无我了，但是还不是真正的无我。当你有人宣布你得癌症了，你马上想，哎呀，那愿全世界得癌症的人赶快离苦，因为你感受到癌症的苦，身心的苦，你只想到其他众生，不想到你自己，这叫无我。所以各位，这个无我这两个字啊，那你要去体悟，这是佛教的精髓。禅就是无我的智慧，叫禅。那所有的痛苦就是，哎呀，我儿子不好，我身体生病，我亏钱，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有这个我。偏偏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我这个东西存在。念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你如何把这个我消除掉？这个我不过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那如果你能够照见，那如何照见因呢？念一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各位真的要去修行这个
看到真相的微妙智慧，你就可以超越一切，圆满一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各位要养成习惯，要体证悟，悟就是进入你的心了，叫我心，叫悟，证就是你去实践了。所以别人骂你，你不会生气，这个叫无我啊，因为你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我在被你尊重，没有我怎么有我的爱情、我的爱、我的恨呢？那各位，你要得到生命的自由啊，你要进入空性。像我们出家人叫入空门，不代表我们有空性，但至少入空门来修行，希望哪一天能够证得空性。我们叫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啊，希望能够证得空性。所以佛教最基本就是要证得空性，像阿罗汉就是证空性的人。因为无我了，所以他不起贪嗔痴，他把这个贪嗔痴消除掉。贪嗔痴是从我来的，有这个无明，我只觉得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对境界起的分别心。那各位你要去思维，那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我，哪有我爱的境界？这就是大乘佛教，不用消灭贪嗔痴，直接证入空性，是诸法空相。也不怕痛苦，无苦即灭道。这个苦本体也是虚幻的，苦跟乐本体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所以云也好，雾也好，水也好，水蒸气也好，名字不一样，它本体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土地跟虚空、跟水、跟太阳、跟树，名字不一样，但是它们本体都是空性的，无自性叫空性。啊。这个花各位都知道，它只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它没有永恒不变的那个花在这里面。啊，花你丢到泥土变成一种矿物质肥料这样而已。那水也一样，水变成水蒸气分析，然后进入各种。这个我也一样。啊，这个身体叫臭平壤，归土，土葬，归火，火葬，归水，水葬。啊，所以这个身体乃是心态，那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那但是佛教讲无我，它并不是说断灭，就像阿罗汉我解脱了。佛教的无我是我的存在是依靠其他众生跟世界而存在的。所以太阳就是我，美国人就是我，黑人就是我，苍蝇就是我，蚊子就是我，因为没有它，没有我的存在。就像妈妈就是我，啊，我一定要让父母快乐。那现在做妈妈的变成什么？子女就是我，哎呦，他是从我身上生下来的，我这样照顾他，他才可以成长。所以妈妈对子女就非常执着，所以佛教要我们孝顺。如果做子女的不懂得孝顺，哎呀，这个人就没有福报。所以这个我，这个正的无我可以讲的太多。那各位要多看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大般若经》，各种的大乘经典都在讲这个无我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光讲啊，光讲，而是你要证。所以为什么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比较无我了，叫厌离心，对这个世间的好好坏坏放得下，这个也是一种无我。如果你放不下，那你怎么去极乐世界？那去极乐世界，让你证的究竟的无我，念一下。花开见佛，物无声。物无声就证得无我，因为有空性，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花开花谢，健康生病，有钱没有，来来去去，对你来讲都是虚幻的、假的啊！所以电视上各位看到的那一叠钞票，你不会爱上它，因为它只是电视里面的。电视里面的再帅再美的美女都是假的，因为它是电视，又不是真的，就跟做梦也一样。所以有空性的人，就是你知道人间是一场梦，电视都一场梦。你现在牵着你的太太手、儿子的手、先生的手，它都是假的存在啊！你说不会啊？牵着明明有感觉啊，连那个感觉也是假的。那这一点你要不断的去。现在各位，你不断要思维，要告诉自己，要告诉自己，不然你一直拜佛，拜佛师父，我天天拜佛，就希望我儿子健康一点，哪里知道他生病了，你不拜了，
因为你有所求。你有所求去拜佛就没智慧了。所以第一条，那我想我每次都会这样讲，那是佛教的根本。所以来念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叫正观，不是习观。正确的智慧，就一切存在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在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一切的存在都是缘起的存在，因缘和合有它的善恶因果，但是它的本体，它的本来的面目都是无自性。无自性用空来代表，但空不是没有，你要找空必须从有去找。这个电扇它是一个组合的，所以它本体是空，这样而已。所以就叫一个零枪不响，这就是因缘和合的，没有单独存在的。那第二条，最殊胜的持戒就是心相续条罗。戒不是光讲行为，戒是讲是我心里强迫自己安住在空性，你必须先接受空性。今天有火在烧你，很痛很痛很痛，那你要一直观修，没有我在痛，真的没有，那只是一个感觉。就像各位打坐脚很酸，各位现在坐了快两个钟头了，脚很酸，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这个酸只是一个感觉，一下酸一下不酸，等一下起来就不酸了，对吧？没有永远的酸，也没有永远的快乐，也没有永远的痛苦。这个叫心调柔，就是你接受真理了。所以不要生气，不要起欲望，不要跟着感觉走。你看到佛像，以看到佛像的感觉去感觉你看到每个人，学学看。看到佛像没有不好的感觉，只有很庄严的甚至慈悲的感觉。这样去看待每一个人，这个叫你强迫你的心这么做，这个叫持戒。心相续，什么叫相续？连续，连续都这样。调柔也叫调御，调御你的心，不起分别，不起烦恼。所以叫心中无非自性戒，然后你内心里面没有这些不好的，你要调柔你自己，这叫最殊胜的持戒。当然你必须从这样去做，慢慢定。第三，最殊胜的功德，即是具有饶益之心。那各位现在每天都想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帮着那个树长得更漂亮，如何让空气更好，如何让开车的人都平平安安。各位只要开车，那就想，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所有在高速公路开车的都平安，不要有一点点车祸。有一点点车祸，他家的太太怎么办？他家的妈妈怎么办？自己要小心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们活着不要让众生伤心。跟我发一个愿，来，愿生生世世，不在父母前舍报。一定要孝顺，对不对？我们要在父母面前长寿、健康、快乐，让父母想到我们很安慰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孝顺的发心。但是各位一定要想说，我活着就是要给别人帮助的。如果今天你去一个公司上班，而不是说老板你要给我多少，而是说我来这边我能够对老板、对公司的人、对客户有所帮助，那你将来很快就升总经理。为什么？因为你是以利他心来做，而不是有所得的。心经每天叫我们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不为自己，我想要帮助。所以各位经过医院，唵嘛呢叭咪吽，希望他们都健康。刚刚开车，每一个住家，像美国的家，每一户都很漂亮我们都会念一下，来，唵嘛呢叭吉里吽。这个叫大宝广博楼阁，希望他家变成最庄严的大宝广博楼阁，凡是住在里面的，永脱离三恶道，将来往生净土，叫大宝广博楼阁灭住灭罪善住陀罗尼，让他们消除罪业，让他们过得很快乐。嗡嘛呢叭吉里吽，这样就是希望对他有帮助。
每一个车，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大乘佛教一见面念什么阿弥陀佛，希望你成为阿弥陀佛，这样而已啊，希望你这辈子脱离痛苦去极乐世界，将来成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具有饶益之心啊。什么是最高的饶益心？来发菩提心啊，愿众生离苦得乐成佛。那你连睡觉都是功德，你连呼吸也是功德，你做什么都是功德。为什么？因为你每一个行为都是希望帮助别人，而不想要伤害别人，不想要伤害别人。所以各位，以后乃至从明天开始，下辈子都不要谈恋爱，好不好？要有这个心呢。那不谈恋爱干嘛？跟我老婆离婚了、啊，不是那个意思，是你要帮助他，而不是从他身上去得到什么欲望满足、感情上的饥渴。那是饶我嫁给你就是要帮助你，希望你成佛的这种心态啊、我娶你就是要帮助你，希望你健康快乐，将来离苦。这个是以利他的心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一种私心。当然有人问我说，那这样就不用结了？问题是你已经结了 但是你要，问题是你动机要改变。所以我想各位，你去上班就会面对到客户啊、老板啊、产品啊，那你把产品、客户、老板、员工都是想要帮助他，那你就每天在积功德嘛。啊，功德不是光用钱，用你的身眼耳鼻舌身意，用你的动机，那你每天都积很大的功德。各位，为什么要搬来美国？我要来利益美国。为什么要搬去亚特兰大？我要去利益亚特兰大。所以我来这边也做给各位做示范，谢谢你们帮我安排，早上去老人院，下午去护木，晚上大家上课，每天都在忙这个嘞，无所求，只是希望对方好啊。不管我们做在家出家，就是具有饶益之心，想要帮助对方。第四，最殊胜的教研即是经常观察自心。那你要帮助众生，那你要随时检点自己，我的起心动念符不符合刚刚讲了，那你是无我、大悲、菩提心，这叫归佛、归法、归身，这叫一心念佛啊，念菩提心。为了圆满菩提心，我要有平等大悲心；为了圆满平等大悲心，我不能有贪嗔痴，我要保持在平等无自性的空性，如幻如化的我啊。那你要随时观察自己有没有离开这个正念。比如说各位念一下，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你要常常念啊。啊，如果你还会发飙，还会生气，你说我不得不气，我看到他我气死人了，你没有修行啊。哎、我都看过法师生气因为摔桌子啊。对不对？法师读书读很高呢，佛学院研究生呢，敲木鱼敲破啪，对不对？别人配合不来，他就发飙了，那代表没修行。所以各位，这个修行你要练习，你要练习啊，观察自己。现在逆境来了，我有没有起心动念？现在诱惑来了，我没有起心动念？谁都会啊。有一次我坐车，有一位司机问我说：“师父，你看到性感的女人会看吗？”“会，没有第二眼。”就像冰淇淋好吃，不行，这样而已，对不对？豆浆加蛋太好了，不能吃，对不对？因为我从小喝豆浆加蛋，然后再加葱油饼加蛋，哇，天哪，太美了！再加一点辣椒，哇，天哪，对不对？对，光想就老是流口水了。但是不能有第二个念头，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师父，你像木头。那就不是没感觉，你怎么度众生呢？有感觉，会痛，好喜欢，好性感，好漂亮，而且你这个感觉要比其他众生重几百倍，你才会感受到那个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不仁了，那意义就没有了啊！但是各位，你要把这种强烈的感觉转为一种智慧，所以你要不让自己起心动念，然后你回下来的念头，对对方的念头是一种悲心。以后你看到帅哥美女，你马上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变观音菩萨，因为你看到他很美，
所以你马上把它变成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变成阿弥陀佛这样的意思了，啊，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心，但是念头不能随着境界跑，不能被境界拉走了，啊，拉走了就是起了分别心，一下生气，一下快乐，太痛苦了，啊，第五，最殊胜的对治力。即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那如何让自己不会起心动念呢？叫对治，佛法叫对治法门。什么叫对治？你感冒给你某感冒药，你肚子痛给你肚子痛，也叫对治，叫对治烦恼，对治痛苦。那我们就是因为有分别，这个是快乐，那个是痛苦，哇，这个是谈恋爱，那个是吵架，这个是给我地位，那个是损害我。那因为有认为法有存在。一切法皆无自性，一切法只是一个暂时因缘和合存在，像一阵风一样。各位，天上的彩虹有没有永远存在？没有，啊，它只是你都知道，它只是一种光的组合。但是人在很发心的时候，世界会跟着改变的。你心里很平静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就有五道彩虹出来了。啊，这个世界随着你心而变的。啊，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快乐跟痛苦、癌症都是幻化的，都会过去的，都是无常无我的。那你要这样去对治起心动念。啊，所以转念最好的方法，刚刚讲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没有转那个念头。所以最殊胜的对治力，那就是你要了解一切法。所以各位，你对每个东西都要观察，你不能被它卡住。啊，被他卡住，你就今天我拿一张往生牌位，趁你睡觉以后放在你床边，早上谁放了往生牌位，钞票嘞，往生牌位，那是功德呢。啊，如果放一张100块，哦，太好了。事实上，一张100块美金跟一个往生牌位，哪一个有功德？往生牌位啊，你超度他嘛。啊，但是因为你有分别。事实上，它只是一张纸而已。那纸上写着死人的名字啊，那你楼下、你床底下一只死蟑螂，你都不怕，因为你有分别。所以第六，最殊胜的行为，即是与世俗人相违，别人吃肉，你吃素，就这个意思了。啊，那这个才是最殊胜的行为，修行。啊，所以各位修行以后，各位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啊，让别人觉得你是像莲花一样的清净慈悲，啊，所以别人像别人抽香烟，那你就记得做烟供就好了。啊，他抽烟，你就提醒你做烟供，给烟鬼回向给他，啊，但是不要随波逐流，跟人家计较比较，对你没意义。第七，最殊胜的息地。即是烦恼得以减，息地就是一种进步，一地到一地，啊，从一楼到二楼就是一个进步吧，啊，息就是圆满了，那就是你进步了，啊，所以各位，我每年来一遍，你要看看海涛法师来每年有没有改变一下，不是光老了，我也会观察你有没有改变一下，有没有本来会生气的，现在不生气了，本来会有什么想法，现在没有了，反而升起更好的想法。这有意义，但是各位，你能够在亚特兰大，我认为说那是福报，但是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插花啊，在那边做那些没意义的，那就浪费了，对不对？你要想，只有两个事情要做，来征服烦恼，圆满大悲，就是一静下来就是要征服贪嗔痴，要证得空性。第二个想的如何去帮助众生，有没有做了一些帮助众生的事？所以一个居士就问我师父：“你们干嘛这么累？一到普贤寺就要点烟供，然后进来要点烟供，当下午不是又点了？”我说：“我最好给你点了，明天还在冒烟。”啊，因为一直利益众生嘛，啊，因为你能够做的嘛，水也好，香也好，最主要是能够饶益众生嘛。第八，最殊胜的神通。就是欲望减弱，啊，你本来爱漂亮，本来好色，本来很喜欢吃肉，很喜欢喝酒，啊，那现在呢？没有，只喜欢看佛经，只喜欢帮助别人，啊，这就是神通啊。
末法没神通的，末法没办法啊。末法就算是谁都要舍弃这些，用凡夫的智慧去帮助众生啊。但是，所以末法最大的神通是没有欲望，只有愿望。没有欲望是小乘的，愿望是大乘的，去利益众生就是不会了啊。所以各位不要吃得太胖，代表欲望啊。我发觉到美国来，哇，胖成那个样子啊，那是太过分了，对不对？那你如何不胖？那当然要吃少一点了，对不对？还懂得运动，这也是一种进步嘛。所以我想让自己越来越没有贪嗔痴啊。第九，最殊胜的布施，没有贪执。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包括你的生命都供养给众生。你想供养给三宝，供养给众生，好不好？各位把你的生命供养给佛菩萨，把你的一切供养给众生，没有自己。不要想自己，我的婚姻，我的快乐，我的地位，我的钱，不用想这些啊。所以根本就没自己的，所以我们布施才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观念消除掉，我的贪执，我的吝啬消除掉，这最殊胜的布施。最后一条，最殊胜的戒律就是内心极静。就像各位现在极静不是不干嘛，就是没有贪嗔痴，只有佛法叫极静啊。我内心里面只有想到极乐世界啊，怎么样去救？像我每天都要观想来救螃蟹、救龙虾、救牛，我要观想啊，因为我们有国际放生、国际烟供，二十四小时都在作业啊，念佛、诵经、持咒、布施、便当、点灯、点灯，从去年到现在还不到两年来，1720万。哦，1720万盏了，随时都在点。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功德？这样可以饶益众生嘛？啊，可以回向给众生。所以内心极静是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我执，只有如何去累积功德去帮助众生。啊，没有贪嗔痴是智慧之粮，一定要累积福报，叫福德之粮，你才可以利益众生。啊，不能光追求自己。所以愿3亿的美国人都能够离苦，愿14亿的中国人都离苦，对不对？啊，愿整个地球的人类都离苦，不但是人类，那些地狱道、鬼道所有的动物。所以这个叫极静，极静就像镜子一样的亮，却显现一切，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圆满。所以各位，像美国这种房子叫极静处，极静处就是没有干扰你，不会起心动念。但是你在想的是我如何去帮助众生啊。所以各位难得住到这种说美国人的享受，就是安静的房子，那你要借由这安静的房子修行啊，对不对？利益众生啊，就不会浪费。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心中动怒，但没有表现出来，这个叫忍怒啊，只能再忍吧。然后呢，但是要与智慧相应，才叫忍怒波罗蜜啊。你忍不了太久了，然后要去修慈悲观、空观，把这个忍怒转为力量。
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晚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Thank you.
心若是，心若空花，是能花。
世间不因系众生无法而不杂，若心佛意而入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即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是心，心不住一生，生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持受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云，宝云无数中为祥，为瑞变庄严，天然文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持善因缘真样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金锡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领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上道立天宫，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目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个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音。
天龙鬼神以及到高丽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高丽天、虚炎魔天、斗率陀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梵中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尽天、福生天、福爱天、光国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胁鬼王、胆惊奇鬼王、胆太软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痴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即回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是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高丽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甚闻天龙八部，即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受为面心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到马诸为善事，未成以我一说，作以恶恶，以恨恶杀，以杀一切，一切之内以成一切，一切之内所及成数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以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光，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甚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花阁楼，所起心想，使人当得快翻身于三世三界，永不堕二道。闻说是。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丈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十丈者子，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恒愿而得此相，时时自分
人寻去昨晚腾若来高唱这次欲真此生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师长这次引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及皆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心灵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一时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皆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时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娑婆僧头中所行具行诸作哇诸天为护其摩心邪常行三宝十世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摩灵身正解乐此女母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子摩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工具以现佛塔寺大行供养坚决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取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后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我之悲哀我今是如摩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的观我有离我自是摩以来昼夜一连无处可闻至摩僧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也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若一目悲于常情众生之本独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俱生自不知皆皆孙左右扶持两袖方数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摩僧皆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高声女也如供养彼当造反舍断作思维我之名号即当自母所生去处是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目故断作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月忽见自身到一海边起水涌飞多处而受尽福贴身飞坐海上东西之处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真去世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诸罪人失禁而受福自破却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堪救世是婆罗门女一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妒忌手来迎百圣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时何处无妒大
耶只是大天为山西面地中海神你问月我问天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世是否我多大也是有地狱神你问月我今云他的道与所我多大月若非为神继续夜里非此而是终不能到神你又问子水何缘而难用非多出罪人记忆而受无度大约此时阎浮提早而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即使为做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永无善意当去本业所干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北是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国父北三也而已之所召干公号也海其出世也神女又问鬼王无度也地狱何在无度大约上海之内是大地狱其出百千个可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只有五百苦度两次有千百亿无量苦神你又问大鬼王曰我末世来为救不知魂身当知何去鬼王问神你曰菩萨之末在生息和长夜时地断曰我末邪见机会三宝舍我占星旋又不尽是水日前为之神主度大业菩萨之末心是何等神你当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山仙蒙皓月地利五度合掌其菩萨曰愿生者却返本初无知有一辈连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成孝顺子子为母舍公修福不是却花定自在望如来他是非为菩萨之末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即日喜得受了具同生起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梦归无此事一便于却花定自在望如来他乡之间离红是远远我今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十力解脱佛告文殊十力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本身即为平地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可以方便于诸得解脱从业到处这一个有千万亿哪有他数供持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登悲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流道受苦暂无休息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各活过正
即知道理，心怀踊跃，瞻仰如来，摩婆赞舍世世尊，数金色毗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依无着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摄邪归正，是有一而上而息在无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神。